碰到椅子，是是，就用力拉太多，一旦绑上安全带，已经快已经到嘴巴了嘛，把下去抓安全带，就把它拉出来，就变成这脚我有点酸痛。哦，是，哎，就碎了。飞机下去的时候，你有撞到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快不行的哦，就是赶在知道啊。嗯哎，只不过就是在摆动啊。嗯我就旁边就然后边叫边自己拆开，然后就抓紧。然后椅子后面有会抓嘛。嗯抓紧了，拿用就他拿个衣服把防护头，那讲好了就下去了。嗯下去前面几个人就快遇到水了。就一直叫救命啊！我是冲过去把他拉，哎，就叫他碰到嘛，我一等上就没了。哎，是这样子吧？哎，听说你颈部也有点，颈部我不会脚部，是脚上就会拉伤了，就要救命，有点酸痛。是好，有福气的人。